后来来看到所在在地省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秉持着企业回馈社会精神，董事长陈娇月是捐赠一台全新的修理车和陕西乡公所提供公务使用，和公所的同仁在咧执行勤务的时阵，更加便利，民众就会当有更加好的服务。陕西在地的省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了回馈地方，造福乡里，陈娇月董事长特别捐赠一台全新的修理车，和陕西乡公所提供公务使用，接触强化公所的公共服务。来，相信这公务车嘞啊，搬来咱曾经在非常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经验，毅力非常的重要，努力奋斗，不被困难打倒。今天教会才有机会小小的回馈给乡长一点心意，给教会有小小回馈乡里的机会。陈娇月董事长表示，当初甲翁婿两个人伫咧创业的时阵，真正真辛苦。只要想起迄个时阵，就真感谢受到在地真侪人的帮忙，因此嘛有了捐车回馈地方的这个想法。那么有建议说啊，他事业有成，那对地方也非常的重视，所以伊拢会想着讲吼，伊事业有成了，要对咱地方做回馈个贡献，来捐赠哈这个公务车来给我们乡公所。那么他哦，对我们谢溪乡的贡献真的是非常的大。咱陈娇月董事长的一份大礼物，来捐这个公务车，给咱的乡公所来使用。啊，真正感心吼，伊事业有成，对地方哈嘛真正照顾。啊，这款的精神啊，特地咱来表达咱的谢意甲敬意。苏伟俊乡长表示，真正是感谢陈娇月董事长的付出，嘛期待为了当扩大官方甲民间的合作，让地方乡亲会当得到更加完善的服务。多张新闻，叶宏武，陕西采访报道。